UPF 50+，凉感值0.19，生活防泼水3级，去你的热，凉感我说了算。Track to Track 全新推出第二代凉感透气防晒冰池外套，就是我身上这件。我们是全面升级回归了，防晒来说 UPF 50+，再来生活防泼水3级，第三个凉感值0.19，三项都是透过 SGS 认证的。我们的透气系统这次也做到了腋下的部分，腋下整片的透气孔洞，这边透气网布它是可以直接衔接这边的。骑车的时候，夜间的反光布条，正面跟背面都有，非常的贴心。这个帽子我们这边有做帽檐更立体，然后这边硬硬的，所以它不会塌。如果你骑车不想戴口罩的话，其实这个面罩也是非常舒服，而且它不会很紧，它留给你呼吸的空间。它是双拉链设计，所以对于久坐族或机车族是非常方便的。这件外套总共有8个颜色，7个尺寸，从 XS 到 3XL。我180公分，70公斤，我穿的是 XL。这件外套其实这样搭起来也是非常好看，所以使用时机非常多，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穿。今年夏天必备外套，真的就是这件了，相信我。